2021香港小姐竞选圆满结束，收视报捷。当中姚卓菲更加可能是历届港姐年纪最小的开场表演嘉宾。嚟紧下星期嗰就15岁生日啦，我哋就为佢送上特别惊喜啊！系啦，嗱，你有个后冠啦，同埋呢支笔粒，好衬你今日嘅造型啊！噔噔噔噔，哇！呢个咧就系个香薰啦，同埋口罩嘅链。我小時候不知道有這麼多東西的，以前小時候沒有的，在這幾年才有的。多謝你們啊，喜歡不喜歡啊？很喜歡啊。那他15歲的生日願望是想組女團先，還是出新歌先？蛤？不是組了女團就可以出新歌的嗎？不是，個人單曲嘛。我不知道，其實我覺得兩樣都好，而且有這個就已經很好了。